小琪，我们每次在跟观众朋友 say hello 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充满活力才对啊！我们再一次好不好？好啊。好 ，Hello 大家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跟小琪。小琪，你干嘛一直摸你的头啊？你的头干嘛是脏脏的吗？我看看。我就长痘痘，很痒哎。哎，好像有点鼓鼓突突的耶。可是你用你的脏手，你刚刚去尿尿有洗手吗？当然有啊，我可能没有。你可能越摸越不会啦。好啦，我跟你讲，青春期的小孩呢，长痘痘是难免的啦。啊、你看你同学是不是？我记得你有一个同班同学，他满脸都是痘痘，变豆花哥、啊。他有被同学嘲笑吗？他有啊。嗯，那你会害怕吗？你看你现在那白泡泡、油咪咪的皮肤，我的脸蛋，我会怕。不要偷用妈妈的保养品哦，哈。啊，我也不会用，我会怕。嗯，你也会担心这边长痘痘？我看到有了小粉刺在额头上面，哈哈，小吉你要担心咯。到时候整个这样大爆发的话，你会这样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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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变那个同学吧。啊，如果不想要那么多痘痘在脸上的话呢，其实内分泌要顾好。有没有在喝水？有。有没有多吃水果？没有。有没有早点睡觉？没有。好，那你因为长很多痘痘，想先做好准备了。完蛋了，现在才一两颗，之后可能是一大片哦。啊，不要再摸了啦，你手脏脏、啊，其实有时候你一碰到的话呢，它会再发炎，发炎的时候痘痘就冒出来了。你现在才痒痒的，你用手就去碰它，大颗痘痘就跑出来了。对啊，你看你同学是不是每天满脸痘痘，也没什么自信、他就一直抓哈，然后抓脸都是伤，因为就很痒又不舒服啊，感觉泡泡突突的，就很想去抠它、那叫你戒掉的炸鸡，你还有在吃吗？咸酥鸡还有在吃吗？薯片还有在吃吗？零食还有在吃吗？怎么可能戒掉嘛？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戒掉的话，你小心痘痘找上门哦。而且你看你是不是都比同班同学要矮？对啊，他们都长那么高，他们都这样子斜视这样子、啊、我跟你讲哦，其实你们班的女同学都有偷偷跟我讲说，他们每次跟你讲话的时候都要这样看着你，都说哈，小琪跟我告白我才不会答应嘞，小琪那么矮。这不是别人的事情啊，怎么又扯到我这来？还有什么关系啊，反正呢就是要鼓励你早点睡，多喝牛奶才会长高。你不是说你想加入篮球队吗？但是现在我这身高可能连投球都有点问题。你说篮筐要碰，可能电箱子还碰不到篮筐，是不是？我大概还要再垫两个那个、那个叫什么？有没有听过那个电箱吗？跨篮的那个篮。哦，你说那这样子的栅栏，你要垫两层？那个高度大概要垫个大概三层左右，你才碰得到。那个高度有在吃蔬菜吗，小琪？有，我很爱吃菜。我很爱吃菜。哦，好啦，没关系啦。你如果加入篮球队，多打点篮球啊，跳一跳，动一动，搞不好可以拉筋，会长高哦。怎样？你是不是很想要去打篮球？很常看篮球比赛吗？当然。好，那你知道吗？其实呢，针对你这样的一个个案，不要觉得灰心，因为呢还是有机会的哦。因为曾经有一位篮球选手，他就有讲过那么一句话，是谁呢？有目标，你就要追求到底。他的名字呢叫做 Allen Iverson。然后呢，他曾经有讲过，打篮球呢也不是每一次投球就一定会进嘛，对不对？就像你啊，每天都在烦恼会不会长痘痘，每天都在烦恼追不追得到女生，难怪痘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时候你倒是点头嘞，这真的是有什么哈想追又追不到的女生吗？当然是没有啊，只是因为现在直播的关系，所以我就稍微配合一下，稍微配合一下，勉强是不是？因为直播的关系。但我跟你讲哦，小琪，如果你长高高的话，一定可以吸引更多女生。你会想吗？不想。为什么？我太多负担。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太多人在追你会觉得很困扰，是吗？会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过啊。好，也没有过，没关系，你只要长高就有机会，好吗？搞不好到时候情人节的时候，我也可以吃到你的巧克力哦。女生送你太多巧克力，分一盒给我吧。这不太可能的事情，也不太可能，社会觉得不太可能啦、啊。没关系，有梦最美嘛，对不对，小姐？好了，长高啦，是我们的第一目标。刚才提到这一位篮球选手呢 ，Allen 呢，他就曾经讲过了，如果有目标的话，千万不要放弃。你说你数学不好，英文还 OK 吧？好，那问你不要放弃的英文怎么讲？Don't give up。好，整个句子的前面开头呢，就是 No matter what，
Never give up，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放弃。跟着我念一遍。No matter what, just do not give up. 就是千万不要放弃。Believe that your dream can come true. 相信你的梦想有一天一定会成真。就是呢，小琪呢左拥右抱很多女朋友的那一天，我可能会穷死。很有可能哦，因为你早后不交女朋友，就是因为太空哦，不想浪费太多钱哦。好啦，学英文比较重要啦。Believe your dream will come true.Believe your dream will come true, and just keep working for what you dream.、Mm-hmm. 就是你想要梦想是什么，你就必须要努力的去做， mm-hmm. 不要停，朝着你的目标勇往前进， mm-hmm. 好吗？好，整句话你再讲一遍。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mm-hmm. just do not give up. 嗯哼，嗯，然后 believe that your dream will come true.Believe with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 Just working for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Just working for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就是你要为了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比方说我想要女朋友，我想要长高高，我想要更多零用钱，你必须要继续努力下去的意思。好，这个球星的名言就送给你啦，希望你学会之后呢，对啊，你可以长高高，交女朋友，然后破产，不要长痘痘，好不好？长高不要长痘痘，好吗？小琪啊，脏手千万不要去碰痘痘，会发炎哦，好吗？这都很痒哎，真的很痒，你要打手，不行，不要摸，哦，好啊，早点睡觉，多喝水，然后才可以长高高，不要熬夜，也不要一直在那边玩游戏了，好吗？好，好啦，那今天这一句至理名言送给你喽，谢谢。